暌违六年，百老汇最长寿的音乐剧《歌剧魅影》第四度来台演出，国外偶像小编抢先直击彩排舞台。因为本次是《歌剧魅影》首次开放媒体拍摄，看到演员们着装演出经典桥段，是不是也让人更加期待即将在台北小巨蛋带来的国际级演出呢？歌剧魅影将从11月19号开始，在台北小巨蛋一连演出到12月6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也是疫情爆发后全球唯一如期演出的巡演行程。为了让所有观众更加融入剧情，特别将原装的剧场屋顶、灯光、音响、道具和服装全都空运来台。快跟着小编的脚步，一起手刀买票去吧！